防守，就是防守拉下去，你太多这个手腕不要锁住，不要锁住，你们都是这样，很多个都是这样，很多个都是这样。今天你一个这边来，一个放松一点的，然后配合你的前臂一起下这边，到打的时候这边摩擦开掉它，这样到开掉它，开掉它，这边要松一点，灵活一点，来，来，开掉它，这个到开掉它，到开掉它。哎，不要锁着，不要锁着，你锁着你就没办法用力了。哎，好球，手腕松一点。